我有做那个，因为昨天就是有人去偷放。我账户因为你现在背景是，你应该其他户头也背景是，所以你应该都不能去汇钱的。对，转账应该也是不行，所以你变成你现在账户都不能用。我有做那个，因为昨天就是，因为我账户完全没有办法。我跟你讲，就是有人去弄，所以我才讲的。你啊，如果忘记我，有人给你汇款税啊，来，你这是什么人教的这啊？你现在懂你有什么？那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第一次要这种情况，然后我想知道说我要。因为你现在背景是，你应该其他户头也背景是，所以你应该都不能去汇钱。Hello， 在忙吗？买茶在开合跳。在孵蛋，孵大大麻红。请问你对投资股票有兴趣吗？讲什么笑话？最近在开玻璃啦。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女人的嘴。舒服的嘞。Hello， 在忙吗？讲什么笑话？最近在开玻璃啦。今天早上一起床，我就被邀请到一个神秘的群组，他要教我怎么赚大钱，但马上就被我看穿了手脚，这就是诈骗。我觉得我应该要好好来整顿这个群组。要完成这个任务的关键就是要快速大爆，首先先把管理这个群组的人全部踢出去，然后再把群组名称改掉。但此时绝对不可大意，因为群组里面还是会有一些隐藏管理员，他们随时会把我踢出去。我必须赶紧宣传我的新歌《感动吧诈骗集团》，我可是写了一首送你的歌啊！然后我就被退出群组了。重点是故事还没结束，管理员跑来呛我，我在问你是不是没有妈，快说啊，快说你没有妈。好吧，如果你这么坚持的话，你没有妈。你好，从事态度啊，太监的吗？嘿，是，我这边是台北的医馆。家人的话被车撞死了，我家人被车撞死，对，家人被车撞死，对，抓紧过来，快点，来不及。可是我爸死很多年了。喂，怎么样？你平安健康吗？啊，我平安健康吗？什么意思啊？真的很忙，真的有什么事吗？确定你有没有平安健康？就在几天了。刚刚有人打电话来说家人被车撞死。谁呀、啊？诈骗集团。真吓人，好不好？那伟柔在吗？他为什么没法在我旁边？你要在睡觉，好，没事。好，自己要小心哦。好，上班见，拜拜。